我本来还想着我们可以一起吹蜡烛的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要逼我，你逼我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反正你都不要我了。不，我不会同意分手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分手了就是要去找段若楠。你有病吧？跟段若楠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就立下字据，说不会和我分手，否则我们就一起毁掉。谭小薇，你太可怕了，今天至少必须分。